关键词：张柏芝颜值真能打。11月2号，张柏芝正式晋升带货主播。为了给自己热场子，张柏芝还和贾乃亮一块走了个秀。真别说，俩人站一块，男帅女美，够养眼。尤其是张柏芝的颜，经得起沧海桑田。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，堆脸死亡角度猛拍还能扛得住。更厉害的是，她动颜就算了，身材还是那么的火辣。哎，老天爷有够偏心的，怪不得他一开播就吸引10万观众，弹幕里连喷子都没有。面对这样的美人，谁能恶语相向啊？而且张柏芝对副业还挺认真的 ，Q 流程活跃气氛都不在话下。这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工作强度不亚于专业主播了。只不过大家伙虽然看美人带货很带劲，但依然对她的演艺主业有执念。毕竟她在大荧幕的表演才是网友们爱她的原因。希望张柏芝可别辜负了老天爷赏的饭，再来几部好作品吧。